已经知道一组数值 x1、x2、x3 到 xn， 它的算术平均数是10，标准差是2。如果把每个数值乘上 a， 再加上 b， 好，当然 a 要大于0，形成了另外一组新的数值 y1、y2、y3 到 yn， 那使得它算术平均数是25，标准差是6，那我们要求 A 跟 B 的值。好，所以 X 的算术平均数是10，标准差是2，但是呢，我们乘 A 再加 B，所以 y 就会等于 x 乘上 a 之后再加上 b， 然后呢，标准差就会是 a 倍的标准差，a 倍的标准差。好，所以我们把数值带进来，平均数是25嘛，所以25就等于 a 乘上10加 b， 然后呢，标准差呢？6等于 a 乘上 2， 所以我可以知道 a 等于 3。 好，来带回来这一式，所以25就等于30加 b， 所以 b 呢是等于-5。 好，所以 a 等于 3， b 等于-5。